鹽水大豐南天宮百年首醮花燈之美，欢迎国一百年2016年的年底到107年 年初啊，农历是10月14号，10月14号礼拜天是106年的12月31号嘛，最后一天。然后107年公元2018年元旦哦是礼拜一啊，农历是11月15日。一般它有举办冬季大典的日子，春夏秋冬四季大典，冬季大典到11月15日，建教大典三朝清教齐安建教大典第二天，就是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。十二派，要分成两段，每一段36片，这一片要一片。哦，有人，有陈文辉先生捐了36片，哦，1200盒。